他速度那么快，还要去投其他的球路。然后崇宇还开玩笑的说：“我怕我接不到。”哎呦，哦呦，哇！一五零第一颗球让这个阿东跟洪振堂吓了一跳。哇，一五零哎，难免六球啊，大家不要紧张。哎呦，这有一点表演性质。大的赛事，十二强的比赛。挤压到在左半边，曾松恩向右边移动完成接杀。你手背位置没有进步。在左半边的位置，哎呦，鱼柱曾松恩，他用他这个强壮的身体哦，把这个王曼德的球挡下来。对，岳振华敲出了这场比赛林金队的第一支安打，不过这个球还是让他形成安打会比较好，比较好处理啦。这棒在中左野方向，来看一下球的落点，在两位野手之间落地形成安打。围城在杰宪的应援曲加持之下也敲出安打了，那他也跟他致意哦。在一局上半，我们看到了包含了岳振华跟王威成连线两支的安打。地球出棒在中外野的位置，邱志成等球落完成接杀。哎呦，这个应援曲的八拍还没走完啊，可惜啊。王柏荣的人气还是非常的高涨。尤其是他的应援曲朗朗上口，一样第一球出棒扫到了中外野方向，邱志成向后来移动完成接杀。一局上半明星队是留下了两个残垒没有得分，休息一下再回到台北大巨蛋。摔球保送，进了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个牵制要小心啊！啊，这个有风险。哇，最后 out！ 这个有风险。哇，朱哥最后是在二垒之前。对，因为他的界外线蛮靠近那个线边的哦。地球投手，哇，厉害，太秀了吧，圣骑士，哇 ，What a nice play！ 哇，到底是怎么接的？太秀了吧，很神奇耶！哇，自己都笑了。他背后接球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也是有明星赛才敢会这样秀了。哇，这真的例行赛就不太敢了。哇，这球是完全被圣骑士的手要吸进去的。太帅了！认真的成长，然后搞笑也一起成长，带给大家更欢乐、更好看的比赛。变化球没有办法确实击中，总教练把球送向一垒。圣骑士在一二两局都是三上三下，这个半局哦，真的是很潇洒。还有一次精彩的背后传球，演出美记的刺杀。右半边这一颗球最后是落地形成安打，没有问题。第一拍另外一手陈宗威处理速度够快啊，是这个应该庆祝的动作是在致敬，拼了。在右半边，哎呀，这球最后是在陈威的面前落地形成安打。
对，不好处理哦，这一球跟第一局蛮类似的，是连续的安打出现。挤压高了，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接，有没有机会接，是非常顺利的，由陈崇宇把球给接进手套。陈崇宇跟江承业的搭配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对，过去大家队友有好几年了，投球的时候他可以刻意的把进垒点还有这个精准的角度给带出来，不用刻意要把速度往上加，那他也找到了很好的出手节奏，所以今年的表现确实很理想。是啊，就等于他知道什么是赢球的方法了。左半边的飞球再向后退，再向后退，打给同队的这个余柱是毫不留情啊，把自家队长的球给接进手套，两出局了。这不管是单队、六队，或者是国际赛都非常好用，而且旋律简单，朗朗上口。左半边来看到越过了三游防线，余柱要不要拼本垒呢？这一颗球卡到下来，在二垒这边。不过新华回来的分数有算了，马杰森是划回了这场比赛明星队的第一分，只不过后续的跑者郭天信在二垒是遭到了触杀，对，但明星队还是先取得了1-0一分的领先。哎呦，哇，这声音有听到，但是我不容知道队友不是故意的啦，这个也马上转过去跟陈燕两个人致敬一下。这一颗坏球比较内侧，我们从主审视角再看一次。哎呦，哦，真的很接近的。你呢，就是很多我们在场边看到的小小朋友，很有可能在8-10年之后，他们就会踏进场内成为职业球员。对，你今天在唱国歌，那不是有好多个吗？对，那有可能以后就会踏进这个巨蛋来打明星赛啊。陈荣基这棒送到了左外野，不过球是笔直进到了余柱曾松恩的手套。一出局，轮到的是玉东华。有点挤压到了在游击的后方，然后是被曾子佑给接伤，对，哦，没有办法晋级，所以今年后面有人表现得比较好，很激烈。哇，棒子打断了，不过安打也出现了。哇，张兆元是不给江承业面子啊。对上自己的队友是打出了左半边的安打，也让明星队在第四局再度进站到了得点圈。选择用变速球，哦，哇，棒子打断了，应该是打裂断裂掉，还不是断掉，是裂掉。哇，连懒懒都懒。乐天就是送马杰森、哦，好辛苦啊他。哇，但这把左半边方向，哎呀，差一点就真的臭马杰森啊！这球余柱把无情的接杀，明星队在第四局再次留下了得点圈的残垒，没有得分。不行啊，因为我很认真在比赛，我很怕就是这个比赛状况，如果用其他动作的话会跑掉场。哇，那你可能要看一下小黑有没有事啊。哦，三振出局，第二个出局数。这球最后是落到了中垒的位置上，所以邱志成再多一个垒包，前进到了三垒的位置，有机会的。对，我们这一次看你，加油加油！哇，左半边安打，平手了，顺利打点雷了。哇，那等一下真的要靠你再打了哦。没错。然后你会不会第
秀受伤了。没有啦，巨秀就是累了。累了累了，打两天，你也打过拳打一垒手也是会干扰跑者的。朱哥也是。这球看起来最后是四传六的封杀，也结束了这个半局的攻势。我们要感谢南莫亚跟上我们的主播台，跟大家一起分享在场内的有趣事情。谢谢南莫亚，是1-1的平手了。哇，就是这样子，母汤啊，这样子社气会生气啊。右半边的滚地球，一垒手接到之后，吉宏自裁垒包。翁伟勇在五局上半是演出了三上三下，双方现在还是维持1-1平手僵局。好，你说如果叶总上去蹲的话，我也是吓到。有几方向？哎呦，都已经拿到那个出局数，南莫处理的好。对，南莫好球。好，谢谢。南莫，你会不会有种感觉，看到嘟嘟神拜上去丢的时候，什么球你都想把它接下来？对啊，因为我们也不敢漏接啊。哎，总教练上去了，哇！哇，叶总上去了，就只有投一个吧？对啊，一颗球，历史性的一刻啊！嘟嘟也是有很好的交情，对，这是潘威伦在中华职棒生涯第14届的明星赛，今年也即将在9月份要高挂球鞋了。从明星赛的角度，他是画下一个很漂亮的句点，对，但也是另外一个起点，很感动。而且一如他这几年哦，有上场投球的模式哦，还是很高效的，很好的一个控球，一球就解决了打者。哇哦！然后最后是冰总也来跟嘟嘟来拥抱，那这颗球也让嘟嘟好好的收藏起来。很棒的感觉，感谢今年的明星赛。中线打哈，都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。另外一边是陈崇宇，那这边就是高宇杰了。打高了，在中外野方向，没机会。邱志成还在等球落下，完成接杀。看起来他有这种特性。他已经到了，这个 timing 点完全被阿飞给掌握住了。没错，戴培峰在赛季其实是有50%的阻杀率啊，但这一回 timing 点被别人先拿走了，来不得滑球的走向是保送，四块球保送，哇，马杰森不臭了，选到保送上垒替球队再制造一波攻势。林基队现在有很好的攻势哦，看起来马杰森蛮淡定的。他也只能淡定，不然能怎么办？哇，第一球出棒，田哥带成右半边的安打，来看一下这一球回传是形成了满垒啊，没有回来，
国天信把球送给了自己右半边的南英学长，说怎么可以进去呢？就是来不及啊。皮球出棒在游击的后方，左手向前，哇，可惜了，不及了，最后球是被游击手给接杀出局，左董没有办法把握住一出局满垒的呛死。本季呢往往都在比赛的后段能够有神来一棒的表现，还有机会了，一个弹跳进到二垒手的手套，打得并不理想，凯威连线结束了七局上半，明星队在满垒的攻势最后是中了满垒计，一分都没有拿到。Rio 的那颗变速球也是他很招牌的球路，对，投手正前方，哇 ，Rio 会觉得很可惜啊。没错，机会稍纵而逝，会往投手打过来这种球。速球一样走在外角，哇 ，K 掉。邱志成前面都在注意变化球的角度，突然来了一颗直球，没有办法反应过来，遭到了三振。今天上来是吞下两 K， 这两个出局的应该可以起跑。快点，快点 ！Hero，Hero， 安，好了！哇，陈志威的脚真的太快了，能够帮助球队，他一定做。那现在就是最好的表现时机。是，还是没抓到。他的小手手不敢这样子，不要伸出来比较好。滚地球在二游间穿越新城安打，陈志威绕过三垒之后，现在要来看本垒的攻防 safe。林安可，林安可，又是你啊！他打下了超前分，勉为其难的在二垒晃一下他的翘臀啊！哇！这支安打让八局下半中华队啊，终于拿到了非常宝贵的分数二。是。哇！哦，这一球过了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，第二层啊！哇！给你给他 ，Go Go Go！ 哇！哇！一球就告诉瑞欧，平常我都在藏了。不藏啊！哇，不藏了，这发两分弹，哇，这无疑是在明星队的伤口上撒盐。哇，安姑也配合了 Get It Get Out， 在安可之后 ，Get It Get Out 代打出现的两分大点的全垒打，分数现在4-1。哇，这一球一打出去，听声音就知道了。林安可学着点好吗？这个掀起了高潮。哇，这一波好像我们前进的十二强的四强一样。没有错。哇，希望进到好球带还是要出棒。哇，投手正前方的 Comebacker 连续的三支安打。这个常驻中华队的三连星连线，古天廷在两出局之后跟上了安，我棒子又打断了，在潘金凯的正面一个慢抖，两个慢抖，最后那么样顺利的补救。不过八局下半对中华队来说真的是太令人开心了，先是林安可的超前分安打，再来吉利格拉狗冠的两分炮，让比数现在改写为4-3的领先。真的要不要让他下去打？哇，王柏荣这个大不敬啊！右半边的飞球，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最后追过去还有吗？应该会追得到。哇，严可今天不止打击的状况好，手背也不错，抓到了出局数。想要下去打吗？他如果想打应该可以，他应该还可以打。
要碰不碰的，在投手正前方，博豪抛给了一垒手，两出局。哎呦，这时候是球迷们鼓噪的关键时刻了吗？跨栏，跨栏，对，跨栏，然后跳出去，冲过去，然后打击。哦，这个太有趣了。哦呦，那真的换他下去了，真的换，哇，太扯了，哇，四十号的王建民来了，哇，哇，有看球的观众们，你们赚到了，哇，最起码投一个人次吧，太扯了，这平常要看也还真的看不到，因为毕竟翁根神拜跟一中神拜他们打球的年代不一样。而且翁根因为肩膀有伤，他平常大概也很少在动。今天会丢声卡球吗？看起来应该还不到那个人可以丢的时候。最好笑的是戴培峰在偷笑，他想说你快点，哇，世纪对决啊，哇，千万不要转台啊，这个难得看到啊，他真的要投哎，哦哟，二垒方向的关键球啊，结果球被一中打到了二垒方向，哇哇，还有啊，哎，看起来还有，那个二垒手也蛮会演的，这个守得很好，守得很好，会不会有风炮炸裂的戏码呢？哎，他真的下来了，哇，动真格，太夸张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要迎来的是世纪的对战，两位曾经上过美国职棒大联盟的选手，洋基队的王建民，还有道奇队的陈金峰，没错，在2024年7月21号，台北大巨蛋要上演了精彩的投打对决。今天买票进场的赚翻了，看起来是陈金峰比较有。戴培峰也很尴尬，现在机会，他们中了在打，要怎么配？中直球，对，直球，他都中了，你要打什么球？先问好。哇，今天太顶了。王建民应该也只是投直球而已啊。出生球，出生球，出生球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怎么办？我们要保护谁呢？哇，又来，又要拍一下。原来触身球是讯号。